舒缓强韧自保，舒缓安抚水，呵护小碗，呵护你。老中医化妆品邀请您收看腾讯视频老中医。仙人回来了，仙人回来了，山叔，仙人回来了。累了。先生，您快去泡茶。哦哦哦哦。我想请您出诊，实在是抱歉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这里还有很多患者，实在是抽不开身呐。王大夫，我家老先生服了您的药之后，病情已见起色，我想请您再去看看。卢先生，我说过了，我这里诊无甚忙，我也说过，天下患者普通一等。再说，凡事要讲究个先来后到，您说呢？请下一位。他是老先生的贵客，我们得敬着点儿。你想什么呢？我下去透口气儿。赐几粒四钱，广玉金二钱，醋青皮二钱，醋青皮一钱，上广皮一钱，毛苍竹一钱，炒毛苍竹一钱炒。全当归二钱，白茯苓二钱，三气水煎服。先生，那个醋青皮我没看准，只看错了醋青皮吗？还有毛苍竹。先生，我当时我还解释什么解释？算了，什么都不要说了，你收拾收拾赶紧走吧。先生，我错了。先生，先生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错了。先生，我求您别赶我走。先生，我错了，我请你原谅我吧。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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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谅，先生，先生，娘。拖鞋干什么？娘，这可是您给我新做的鞋呀。管他新旧，鞋就是穿的，不穿还叫鞋吗？你赶紧穿上，穿烂了娘再给你做新的。不是我，赶紧穿上，你都急死我了。好好好，我穿上。
总算找着你们了，赶紧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别废话了，把你卖了也值不了几个钱，走吧。哎呀，怎么，你老母亲到我这里你还不放心啊？啊？不放心。哎呀，哎，为什么？怕您跟我要那韭菜钱吗？哎，小龙啊，去给老人家熬碗姜汤，驱驱寒。是师傅。嗯。哦，坐吧。多谢周大夫。嗯。大雨天的，带你老母亲乱跑什么呀？哎，老人家身体本来就弱呀，啊，再淋病了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您说的对，赵大夫，您找我有事儿？哈，没什么事。大雨天呢，哎，坐在这里随便聊一聊嘛，啊。哎，上次你说你们零一有很多有趣的事情，讲给我听听啊。哎呀，上次不都跟您说了吗？就那么点事儿，没什么好讲的。非也，清代医学家赵学敏曾经著有《串雅》一书，里面记载了很多走方医的从医经验，还有民间秘方。我知道啊，你们零一都身怀绝技，每个人都有一技之长。正如赵学敏所说啊，操技最神，奏效甚捷。这话说的没毛病，我们零一也都不是白给的。嗯，那讲来我听听吧。好，请下一位。先生，人都走光了。王大夫，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吴先生，你家老先生如果吃了我上回开的那副药，应该痊愈了。王大夫，我想您还是去一趟吧。我叫老先生信的就是您，您要不去，他会很失望，他一失望这脾气就不好。当然我们受不了不要紧，只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，要真是到了那个时候，王大夫，我们就都是历史的罪人，您也脱不了干系。你的话让我如坠雾里啊。为了国家，为了民族大业，您还是去吧。翁大夫，我把话说明白一点，您今天非去不可。说什么呢？怎么这么跟翁大夫说话？但愿我能做出对国家、对民族有益的事。多谢翁大夫。还是老规矩，王大夫，咱们这回带这个吧。刷了这么多的墨汁，这倒好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翁大夫，见谅。开车。所以说，赵大夫，我们零一摆摊卖药，那招式有很多，钻、弄、啃、元年子、福年啃条子、龟包口、催啃、楚门子，还有劈雷子。这个我以后有机会，我再慢慢一个一个跟您解释。零一治病啊，讲究的是用药简单，使用方便，疗效奇特，总结起来四个字：简廉便宴。嘿，赵大夫，没想到啊，您对这零一还颇有研究啊。哎，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啊！啊，当然了，
和你这个啃过猪头的人相比，那我是知之甚少啊。所以我要活到老，学到老。嗯，赵大夫，嗯，我行走江湖多年，还从来都没见过像您心胸这么宽广的人。嗯，还是那件事，我还想再求您一回，您能不能这样？你不用再说了，回去以后洗个澡，换一身干净衣服，明天到诊所来吧。您什么意思，赵大夫？赶紧叫师傅啊！师傅在上，受小徒一拜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赶紧起来，赶紧起来！收徒弟的师傅，师兄好！赶紧叫师娘啊！师娘好，好，你好。尿啊尿！你就是那天让我喝尿那个小瘪犊子啊！不是师娘，不是，这么好辈儿的呀，岁数可不能要啊！不是是他呀，不是他，怎么不是他呀？你叫什么来着？我叫小虎，小虎，你没认出来他吗？没有这事吧？没有啊，你看你们没有这个事。夫人，这天下长得一样的人很多，不足为奇的啊。对对对，当家的，你收了他不用多了一张嘴吗？哎呀，没有关系的，收徒弟好啊，将来徒弟养师傅啊，这是不亏啊。对，师傅说的对，以后等我学成了，一定报答恩。来，戴娇，王大夫，眼镜可以摘下来了。王大夫，请吧。王大夫，这是我家老先生欢迎您了，他服了上次你开的药，疗效甚佳。受不防，患者的病情很严重，我想看一下患者。这样吧，翁大夫，您先回避一下。非常抱歉，翁大夫，我家老先生不能见您。患者的病情如此严重，光靠切脉是不行的，需要望闻问切。我刚才看见了，患者竖起拇指啊，表示赞同的嘛，为什么又不让望诊了呢？王大夫，不能见自有不能见的道理，我确实很为难，还是请您先开个方子吧。脉微一绝，如虾游水中，
应该为肝疾治病，患者会面黄如蜡，骨瘦如柴，腹胀如鼓，又累痛不可耐。患者的病情危重，应该抓紧救治，不能再耽搁。嗯，知道。那方大夫，您开方子吧。先生，那人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能治吗？小病，好治。你糊弄傻子呢？到底什么病啊？怎么说呢？两次出诊诊的是一个人，可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脉象，得的是两种病，前者能生，后者能死。那这事也太奇怪了吧？老兄，我求你一件事儿。你说。帮我把两个孩子带走。要走，咱们一块走。哟，大哥，这是谁的被子？来了呢，快入冬了啊，到成衣铺啊，给他们每个人做一床新的。每个人？啊，怎么？大哥，你这心肠可够热的。嗨，都是孩子。哦，对了，嗯，别忘了你也得做床新的。哎呦，我也是孩子了啊。老小孩，老小孩嘛。哎，大哥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从东北的深山老林里钻出来的，皮糙肉厚，筋动着呢。这南方的冷跟北方冷它不一样，是吗？这个地方的冷是往骨头缝里钻的，啊，哦，千万别坐下病。哎，这个孩子还尿床。是啊，这二十来岁他不应该呀。师傅啊，嗯。您今天要是不忙的话，我能不能回个家？啊，去吧。谢谢师傅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哎呀，不急。啊，那我明天早上回来。三天五天也不长嘛，以后做事情就这样，办妥了再回来，妥妥当当的嘛，急什么？好，谢谢师傅。哎，那我走了，去吧。嗯，你要是有事情啊，你也可以去办。啊，师傅，我没事儿。哦，那你去拿个杯子，咱们一起喝咖啡啊。哎，好嘞。赵大夫，我大哥牙疼，都不能说话了，你来看一下。哎哎哎，来来来，这里坐。坐坐坐。嗯。哎，牙痛哈。嗯，对。来。嗯。张嘴。哎呀，张大点儿！哎呀，张大点儿！疼疼疼疼！来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啊，好好好，我知道痛。来来来，张大张大。哦，好。嗯，好了。哎，药喝了不少啊。不瞒您说，来之前我们看过其他大夫了，这又是喝药又是针灸的，都没什么作用。牙都烂了，吃药针灸管什么用啊？得拔掉啊。拔牙？啊。那得去西医院了。嘿。进了我的唐医馆，坐在我面前跟我提西医院，甚是可笑。您的意思是您能拔牙？小普，哎，师傅，带他们去里屋。哎，先生，
先生，我想去方便一下。去吧，不急。哎，找眼凉了呀？怎么总去方便？先生，我不去方便了。别别别，该去就去啊，这个事儿可耽误不得。哎，先生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一唱方我就尿急。哦，去歇会儿吧。我不累，我让你歇着就歇着，听话。师傅，没想到您还会西医啊！哼，都让你想到了，我怎么能当你师傅呢？哎呀，哎，坐吧。哎，哎呀，哎，接着说说你在江湖上遇到的那些奇事，碰到的奇人，诊过的奇病，还有那些用的小手段。师傅，我有一件事不明白。还得向您请教，讲吧。您说您会中医，懂西医，医术又那么高，又名声在外，这为什么您这诊所人那么少呢？有眼无珠呗。那您不急啊？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，有什么好急的？师傅，我倒是有个方法。不知道能不能行，讲来听听。来，照我这个再写一遍。刚才好多了。这个写字呀，首先是认真二字啊，然后是持之以恒，只要坚持这两点，假以时日，必定能练就一手好字。写字之前啊，姿势要端正，然后就是平心静气，提笔后要一笔一画慢慢的写，不着急，这样就能一次比一次写得好。先生，我记下了。我那天火气大了点，不要介怀，先生，是我不对，我该骂。来了啊，哎，我说句见底的话，你这辈子呀，不要想得太远。我可以教给你医术，只要你认真的学习，将来能做个小医，走街串巷给人家看看小病小疾，这样就能填饱肚子。至于坐堂行医，就不要想了。先生，我没那么大的志向，我只要能跟着您，伺候您一辈子，我就知足了。来，再写几个字，我看看。别往里挤了，哎，再挤没有来得及了，都别往里挤了，哎，师
这里。啊，不行，爸，这里。我师傅赵大夫在里面正在诊病，您去不打扰他诊病吗？万一经过神会怎么样？哎，赵大夫，哎，我可否采访您一下？哎呀，采访就算了啊。那让我拍几张照片行吗？照片也就不必要拍了啊。赵大夫，那你给我讲讲这乌龟探病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我正在诊病啊。哦，还是让我的徒弟小普给你讲吧。啊，哎，师傅，哎，啊，这个我来讲讲啊。嗯，自古以来啊，龟它就是吉祥之物。哎，有句话讲得好，千年的王八，万年的龟。这说明龟它活的年头最长，它活得久了，知道的自然也就多了。所以呢，古人就用这个龟的龟壳来占卜吉凶，这个就叫龟卜啊。那么患者的病呢，我通过望闻问切啊，不是，是我师父赵敏堂赵大夫通过望闻问切已经知晓，再借神龟的一臂之力，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。那这龟他也懂医？我们这儿的龟是经过特殊训练的，换句话讲，它是在药材堆里熏大的。它是以药为床，以药为食。您别看它不会讲话，可它也习得《黄帝内经》《神农本草经》《金匮要略》《伤寒杂病论》等中医真经，深谙阴阳表里、寒热虚实之道。哎，这儿您得记一下，它是一只医龟，也可以说它是一只神龟。这是神龟啊。嗯，别急了，别急了，都别急了，各位先生，各位小姐，各位太太，都别急了，你们得再多等会儿了。为什么等啊？这神龟累了啊。神龟还会累啊？孙悟空还会睡觉呢，神龟不得睡会儿啊？那你们这儿就一只神龟啊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如果还有，我们买回家自己在家就可以诊病了，用不着在这儿等了。对呀，对呀，我们买家有没有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没有吗？还有吗？有没有啊？哎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哎，师兄啊，你出去喘口气去，让我喝口水。我，你去去。行行行行行。来来来，这让去，哎，别急别急别急，都能开着，都能开着，别着急。来，哎哎，哥哥，哎，别急别急别急。嗯，师傅，哎呦呵，累坏了吧？来，您坐。哎，哎呀，一个接一个，能不累吗？哎，啊，那龟累的都抬不起腿了。您别说，嗯，这招还真挺好使。哎，你小子脑瓜蛮灵的，我没有看错你啊！多谢师傅夸奖。哎，对了，师傅，嗯，我还有一招。什么招？外边好多人都等着买咱那神龟呢，我看不如咱卖龟吧。哎，啊，神龟，哪能说卖就卖啊？对他们来说那是神龟，可对咱们来说，那不就是个小动物吗？您想想。咱要是卖出去了，那这价钱咱不定多少是多少吗？哎哎，不可不可，哎，现在已经蛮热闹了，我这紧着压呢，不能太热闹了。不行，热闹您怕什么呀？不管怎么说呀，我也是名门正派啊，出此下策那实在是没有办法，脸上无光啊。我看呢，再热闹热闹，人来的差不多啊，咱就收手吧，不能再这样了。不是，师傅，你们行行行。开诊吧，开门。嗯，好。谁的信呢？哦，你甭管了。他们的信吗？写什么了？没写什么。快点告诉我，要不然我不让你出门。去也无妨。上次你跟我说两只手的事儿，我就越想越害怕。你还是别去了，出去躲躲。他们要再来人，我来对付。他们既然能找到我，就不会让我再躲起来。再说我躲起来了，你们怎么办？
刚送给他。大哥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在家炖肉，等我回来。再遇第一个道口，不转，继续直走。看到聚善茶庄，进茶庄后门处有车等。见车上车，不要说话。孟大夫，您好。您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把您请到这儿来吗？这算是请吗？孟大夫受苦了，请见谅。你们要干什么呀？我们知道今天您要给那个老东西去看病了，所以我们想此办法把您请到这儿来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不能给他诊病了？诊病当然可以了，只是要看怎么个诊法了。我们都知道那个老东西表面上满嘴的仁义道德，其实绝非善类。他依仗权势贪污腐败祸国殃民，必除之才能后快。我们这样做也是为民除害，为国除害。我只是个大夫，你跟我说这些为何意啊？孟大夫，这个东西我们已经定好时，你给它切完脉后，放在床边即可。有劳孟大夫了，事成之后我们必重金酬谢。
可如果……先生，我再重申一遍，我只是一个大夫，我不关心政治，所以你说的这些跟我无关。给患者诊病，这是我分内之事，救人不害人，也是医德医道。所以翁某恕难从命。翁大夫，我可能没说清楚，我们不但有重金酬谢，还会帮您和您的家人远走他乡。至于重金是多少，给您交一句有底的话，够您和家人吃上三辈子的。这下您放心了吧？可如果您不听我们的话，您和家人明天能不能吃上饭，就两说了。你威胁我？我们求您还来不及呢，怎么敢威胁您呢？我们是在沟通，是商榷，还请翁大夫多多谅解。抓紧时间，赶紧定夺吧。看来，又是个油盐不进的木头脑袋，可惜了。担惊受怕了，我们走吧。孟大夫，您就不想知道那些都是些什么人吗？他们是什么人，跟我无关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赶紧走。请，孟大夫。怎么了，孟大夫？上书里。好，我只是个大夫，更是一介草民，我从不关心政治，更不参与任何党派与帮派之争。未能治病救人，尽医者之本分。王大夫，老先生真是没认错您啊。老爷这病啊，我心慌得很。你不是早盼着这一天，装什么呀？你说什么？你敢再说一遍？这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，你心里面怎么想？老天爷看得清楚。哎呀！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不是你，你放手了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十八军派了六十个人都在外面，已经子弹上膛，到处敲，就等大少爷您一句话了。二少爷，十六军来信了，他们说部队已经准备就绪，全权听您指挥。十八军军长杜大头说，等事成之后，保您如日冲天，呼风唤雨。话好听，可心不能急，得沉住气，万不能露出半点马脚来。等老爷子断了气，屋里头那些人要是敢不听我号令，就把他们全解决了。
不，老爷子断气还不行，要等他们请了大夫确诊之后才能动手。二少爷，十六军军长可是白纸黑字写得清楚，他们立的可是您呀，有枪炮做靠山，您还担心什么呢？大少爷和三少爷肯定都动了心思，这三少爷没枪没人的，就指望他那个妈给他撑腰，不足为虑。可这大少爷不得不防啊，他肯定不能袖手旁观。二少爷，大夫来了。王大夫，刚才看见什么了？两眼一抹黑，什么也看不见。王大夫，去。戴娇，见谅，王大夫。多少？